台南市政府四月二日，伫个北河区关仔岭劳工娱乐中心举办第二场庆祝106年度五一劳动节甲模范劳工表扬大会，由市长赖清德亲自出席颁奖，表扬228位模范劳工。市长的蛮体系，我们劳工朋友因为服务员比较广阔，所以我们每一年的模范劳工的表扬拢分两场处。啊，今仔日是第二场，伫咱关仔岭。啊，阮今仔日模范劳工的表扬，啊，来啊，搁有即个劳资和谐有氧单位签订团体协议，上着咱即场搁有加入咱肾脏即个劳工楷模，啊，甲咱禁用肾脏肌肉单位，啊，有今仔日较特殊。那有两个禁用身心障碍的单位，他已经超额，必须要奖励金，他忘记奖励金，因为他们体系说，我们这个奖金应该回馈用回来，再回馈给这身障朋友，拜托我们劳工局能够把这些奖金再用到身障朋友的资讯啊，或是相关他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、啊、当然，我这边也代表所有劳工局的同仁来恭贺今天当选楷模的各位好伙伴。啊，另外一个部分嘛，感谢咱企业主会当来甲咱工会签团体协议，啊，塑造我们优质的劳工环境。啊，上重要，今仔个再次感谢咱这个两个企业，灿阳跟大成两个企业，把他们的超额奖励金捐出来，能够再来帮助这些身障朋友建立更优质的职场。感谢大家。都是想说，我们大家在就业职场都是非常的怕拼，我嘛希望讲。咱大家会当借着讲今仔日的肯定，甲恁的肯定，我嘛是用多层次的层面来甲恁肯定甲奖励。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优质的职场水平展开，到我们各地以及我们影响我们周遭的伙伴，会当创造咱台南市有一个优质还有非常幸福的职场，好吗？利通光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傅聪杰先生，劳工朋友保持着奉献的精神，在个人的工作单位努力，这份打拼的力量，正做是台南市建设的上大的后盾，促进台南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的进步，并且为市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今天我先代表台南市各界恭喜各位得到模范劳工，啊，我也要感谢咱大台南总工会吼，陈理事长甲所有的干部，啊，大家用心良苦，每一年拢举办盛大表扬大会，借用这个大会颁发这个得奖的证书，给大家，就是要向大家表示敬意，表示感谢。啊，同时呢，我也向咱全体吼，咱台南市的劳工来表示祝福。赖市长强调，伊施政的理念就是食饭皇帝大，要落实这个目标，必须要大家拢爱有工作，和市民拢会当安居乐业。市府六年外来总共招商1000多人，总金额达到9000多亿，创造了90000多的工作机会。咱的施政的理念就是食饭皇帝大，啊，要落实这个食饭皇帝大的目标。就是要有工作，台南市要有工作，啊，让咱的市民吼会当安居乐业。所以呢，咱经发局吼啊足用心吼啊结合咱台南市，所以拢共招商着1000多个案投资案，总金额呢差不多8-9000亿新台币，啊，创造差不多80000多个工作机会，吼啊，所以现主席。啊，咱的这个啊就业的情形吼，普遍的吼啊算袂歹吼。那第二项呢，就是讲咱嘛真重视观光的产业，所以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，咱台南市去年啦吼，来外县市人还是外国人来台南市佚佗超过2000万人次，啊，直接过暝超过300万人次。过去关仔岭从来毋捌超过100万人次来遮佚佗，去年已经超过100万，而且一日涨到140万人次。
咱中华文化老公，赞！好。